有几个人会不喜欢灯塔呢？乐高显然深谙此道，这不我又被他给拿捏了。拼完之后啊，是真的很帅，守塔人小屋中透出淡淡的暖光，还有塔顶上不断旋转的经过菲涅尔透镜聚拢之后射向远方的希望之光，勾勒出了人类文明中一段用智慧和勇气同大自然搏斗的历史。哎，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我的这个模型嘛，可以装上电池用电机来旋转灯光，但回到19世纪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灯塔光源还是烧煤气的阿尔冈管状灯，电都还飘在空中，哪有什么电机呢？那没有电机，当时的灯塔里面的灯是怎么转起来的呢？哎，不就是旋转吗？大行钟在那个时候已经能够旋转起来了，灯塔就是从他那儿把旋转的妙方给偷师过来的。将一个重物与一套复杂的齿轮系统相连，就能够将重力势能转化为旋转的动能了。只不过呢，苦了守塔人啊，每隔数小时呢，他就需要辛苦的转动一个手把，再次将重物给提起来。最后再给你准备一个问题，请思考，为什么灯塔的灯一定要转起来呢？